宅男女神熊熊拥有甜美外形，加上剧照杯的超凶好身材，一直深受许多男性网友的喜爱。不少粉丝看完之后怀疑这个男性就是和熊熊传出暧昧情的张立东，对此他也出面回应了。熊熊14日上午在脸书发文，大家情人节快乐，羞羞脸，得意的笑。他还分享一张照片，他将双手勾在一名疑似男性友人的右手臂上，头环轻靠着对方的上臂，脸上还露出甜甜的笑容，宛如沉浸爱河的甜蜜小女人。发文一出，立刻引发网友热烈回应，不少人直呼熊熊放开那只手，还有粉丝逗趣地说你怎么把我公开了，有本事就冲着我来。但也有网友猜测，怀疑那只手可能和他传出绯闻已久的张立东。对此张立东也在脸书粉丝团回应，张立东还分享一张图片，不少粉丝直呼张立东必须死，但也有眼尖网友发现破绽，察觉勾着张立东手部的女生衣服颜色和熊熊的不同，背景也不一样，明显就是不同人，认为熊熊甜蜜勾手的对象是另有其人。被眼尖的粉丝抓包，熊熊精15日凌晨1点多也在脸书公布真相，他留言表示最后熊熊还亏了一下张立东，你凑什么热闹。话说难道每个男生衣柜里都有件墨绿色外套，只要有墨绿色外套都能演为男友的概念，不管有没有情人都要快乐，你们有我，我有你们，这些麻吉